iWork 针对高用量 iPhone 4用家，推出全新整合型充电池产品 iWork 2000，有别于一般行动充电池的设计，它是将 iPhone 4机体整合于充电池之内，不单止提供额外的 2000mAh 电池容量，同时也可以为机体带来额外的保护。12.6cm 乘以 6.3cm， 厚度仅为 1.68cm， 重量为 78g，是现时同类产品当中最为轻薄。可为 iPhone 4由完全没电再充满一次，提升至约为 9.5 小时的手机通话时间，55小时的音乐播放时间，而待机时间更长达400小时。将面壳拆下，再将 iPhone 4机身插进 iWork 2000的30片电源供应插头即可。它另一个卖点是附送了5款不同颜色的面壳，虽然它的底壳无法替换，但厂方亦备有黑色和白色两款不同的型号。机身的右下方设有供电开关，令到用家可以按需要为 iPhone 4充电，当 iPhone 4电池到达低电源水平的时候才进行充电，更有效延长 iPhone 4内置电池的寿命。它采用 Micro USB Type B 作为充电接口，减低机身厚度，特别加入了可以挂饰的扣孔，这个设计对于不少女生来讲都非常吸引。产品更附送防刮花级数达 3H 的屏幕保护贴。安装了 iWork 2000整合型充电池的 iPhone 4，难免会令体积变大，但它专为高用量 iPhone 4的用家带来便利。整合式设计充电时亦不会阻碍使用，对于经常出国旅行的人士或者高用量的使用者，不妨可以考虑一下。